好，好，我们看到屏幕上，找到刚才那个下料气缸的那个点，我们打到这个维护群组，然后使用者改成五，密码4个2，然后找到硬起节点，输出，我们有一个推料出尘气缸，我们看这个点是5004。我们找到这边的5004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输出点这个5004，我们和这个下料出尘气缸并上，就接好了。我们可以试一下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找到这个窜动模式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推料出尘气缸，我们点一下。好，我们找到点之后，自动的话，就干皮机器自动运行。好，开始。我们可以去测试，点要推料出尘，看看对不对。好，这时候下料平台在动。好，就在线。